来喽，我们的立刻捕获之后的第一场。哇，好扯！来一个鼎泰丰凤梨酥，然后我已经把它枪位做好了，就是说我用那个专业的开虾刀哦。但是开虾刀很特别。开虾，你要常常吃虾的人才需要。三秒去虾线，我刚刚把它夹成变，原本是纸，然后变成。然后我目标是那个后面那个把它拉下来就好了吗？对，把它拉下来。要不然就这样。好，没关系。我想一下，我要因为要一些东西把它给挡住了。OK， 后面都没动。感觉后面也要下来。那这样要先用鼎泰丰吗？先用鼎泰丰。有啦，鼎泰丰打结就下来。打不下来啊。有了啦。不是，我是夹60了嘞。是哦，你默默夹60哦。是吧？对啊。这样看，不行，这样就不行了。有没有？你再直上直下就好了。然后去拉过他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啊？好傻眼哦，因为它秒数很短呢，惨了，糟糕。再去拉它啦，它是凤梨酥是有重量。糟糕了，要不要我来夹一下？放下来应该就会掉了，我觉得。下。它会卡住哦。有了。有没有？那你现在先夹后面。没有，先夹后面那些。对。因为你没有东西让它下来。对，然后再把它撞下来。对。好，可以把它夹下。有，这样会比较会粗吧。好，然后再用大阪限定，小心。好。我看你多少。来合到多少？180，你现在才花180。它实录的是420啦，这个是几录的？我不知道几。来了，我们来到了崇德金玉堂，非常久没有来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有印象，看我们传说一弹就超梦那一弹，我们还蛮常跑来这边的。然后后来冈山秀太开了之后，那边有两台嘛，就从一台变两台，那我们就一直待在那边，很少跑到崇德金玉堂。哎呀，结果来的，你看我真的是五行绝缘体耶，不是有三灾红卡，终极五行绝缘体，没事。来看一下我们能遭遇的是哪一只宝可梦。刚刚我们选了一下万力，应该会来吧。有了一星万力，还有奇鲁利安、树林龟、奇鲁利安、万力，我选二星的好人。结果我们遭遇了波皇子还有万力。那我们二星跟一星，我们等一下就看看我们投完球之后呢，再来瞧瞧我们到底会不会投个召唤机会。好的，我们刚完全都没有开到录影哦。左边交错闪电先给它按出来，好，再按右边，咬碎，来得及耶，大家学到了吗？左边先按，右边再按，不要下班好吗？交错闪电，我们先让我们小迷途 QQ 我帮我们按一下，因为今天的忘记带这个脚架，所以我们现在拍摄的方式有点像菜鸭子，咬碎，有了吧？应该秒杀，有了。那里面有三只五星，而且都是红卡，超特别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这个五星绝缘体，我等一下就先投一个二星，希望破王子，麻烦你帮我爆掉，让我省一下钱，省一下钱啊！两个，三个，爆掉！破王子，您怎么来了？好啦，现在晚上几点了？应该7、8点有了，应该是有上大夜班的交往大叔。万力，交换你。要不要？不要。交安大叔不想要万力，看起来比较暴躁一点，新宝可梦的气息，希望不要太鼻酸呐、啊。出来的是个五星就好了。猫头鹰，五星绝缘体耶！五星，里面现在有三只啊，他连钓鱼头都不遇到。哦，来了，这是谁？雅斯还是欧斯？雅斯。加油！迷你 Q， 我们大图选到迷你 Q， 来的会是谁呢？亮亮的，
这个槽就是你了。No. 没有，是一个暴鲤龙。哎呀，真的蛮像的，后面刚好有水哦。达克莱伊拉的亚斯 ，Mini Q，、啊、另外一只金摇露莎，加油！我们可以派出我们的钢系宝可梦或者是幽灵的。那幽灵的有谁呢？耿鬼，我有一只耿鬼，拿出我们的卡片来，四星耿鬼，再来一只妖精系的可以，妖精 Mini Q， 龙系兵器。龙系兵器设为裂空座没有，这是我们第二次遭遇到迷你 Q 了，上次没有捕获到，要去看我们的小迷头 Q， 这一次能不能直接秒杀这一只迷你 Q， 但他等一下会先化皮，所以有一点难，也有一点难打，而且我们这耿鬼伤害比较高。阿联酋是什么？哦，啊，我考虑一下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，等一下一起打就好了。你们要投再跟我讲。好，那你投，我看你投，好不好？那是你的红包钱吗？还是中秋节礼金？爸爸的薪水是不是？我们有一位弟弟来了，最强弟弟，也是抓了很多五星。敲错三天，这个 W 招应该可以把这个迷你 Q 解决了啦。你刚是不是都没有伤害到迷你 Q 对不对？因为他刚画皮嘛，应该是可以了。OK， 今天我们第一颗投球，如果前辈来了，你就不用快投了。来的会是哪一颗球？精灵球，一个，两个，三。好吧，精灵球最后一爆，我还没有看过精灵球捕获 Rush 三弹的宝可梦。二星交换呢，大叔。哎，怎么今天在这里小粉丝来了？究竟会出的是五星宝可梦吗？怎么那么慢呢？波加曼现在有四只五星呢，结果换到这个波加曼的进化，它到底是从哪里跑出来的？哎，那就这样结束了啊！你也变大了。哎。拉蒂亚斯，小迷途安安，后面还有对不对？啊，你鼻涕都卡在脸上哎。对哈，来的，哎，中小中，好，小小象万力跟奇卢利安，来，那一只真的是因为我够可爱的，大家进化就大家都知道，就是长得不怎么可爱。好，我们弟弟要借我们卡片，谢谢你。哦，这个是裂空座哎，咱们招裂空座哎，哇，好帅啊！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滴滴他的豪华阵容，还有一只球雷姆，哇，派的不错哎，这是新的拉蒂亚斯哎，对，好，你说谢谢哥哥哎，谢谢谢谢，到底是这个裂空座会不会速度比较快一点，还是暗黑球雷姆呢？好，裂空座速度比较快一点。超级进化哎，你可以按到吗？好，相信你可以。You can do it。哦哟！你真的好厉害。来哦，哦，他还是要先释放这个攻击轮盘，办法放那个 W 招。啦，裂空座。他释放的是流星群啊，因为他也会选技能，他没有放这个流星，另外一个化龙点睛，是因为对方没有被克到。另外一只拉利亚斯，感觉他应该会放龙系的啦，因为我们两边都龙系。那龙之波动打我们很痛哎、欸，糟糕了！哦，看到没有，这就是拉利亚斯。好，我们又很久，我们另外一只。好啦好啦，来来开始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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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冲啊冲，快点快点，我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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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击，有没有反击？没有，好像会把我们的裂空座打死。哎呀，我们都没看到 W 招就再见了，没想到这五星阵容被上面那两只拉蒂亚斯跟螃蟹怪整个被，等一下那个燕白球雷姆开了一招就结束了。应该下去了。
好好好，到时候拿你的，拿你的，到时候拿你的。他还把我手推开，你知道吗？他要自己按你，不要紧张哦，不要紧张哦。他很认真哎，来了我们的小鱼托，来了下，上，按，28力力量，有了啦，应该是可以了，有有有。被丢到的是精灵球，跟拉蒂亚斯颜色一模一样，一个，两，精灵球很难顶得住啊，没关系，应该是没了吧？哎、欸，被叫出的是。谁？哎、欸，达克莱伊，一旦达克，另外一只呢？哎、欸，庞岩怪怎么又来了？面对达克莱伊，又是你精灵球。我们是不是要去后面排队了？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没有。走吧 ，Let's go。还没有在这一站看过人家快头哎、欸，嗯，这是第一个第四回合了，猫头鹰，好久没有看到人家快头了，这个亮亮的槽，哎、欸，罗斯雷朵还不错，真的，这一只四星哎，这是利烧了还是一般的而已啊，魔法液对不对？宝可梦能量3480，第七回合了，来喽！四只五星，最后两回合，第八跟第九最重要的第八回合，小小草，最后一回合，没关系，后面的爸爸蛮有机会的，来喽！我们的立刻捕获之后的第一场，哇，好扯，太扯了啦！直接草喷，没有，连哈威战斗到的是 mini Q 了，交换大叔换的是。喂，还有大图哎，迷你 Q， 没有大头就是草坑了。他给弟弟了，他给弟弟了，真的假的？他送给你啊？哇，好心人哎，这他是好心人，送了这个小弟弟一只迷你 Q， 他叫小秋哥哥，本来要叫小秋叔叔，小秋哥哥啊。他等一下那一只鸡哥抓到，觉得他超可爱的。哦，高级球，我们高级球。那你跟他一样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看看这里排队的人有多少。小秋哥哥直接下了两只，好厉害，红蚂蚁。蚂蚁。啊，你不是要基格的，你可以跟他换了。对啊，你要来，你要基，你要，你只喜欢那个拉里亚斯啊。这里七点刚下的。是啊，真的假的？你是说下午还是下午晚上？我来啦，我外面啦，一到两点。啊，现在几点啊？啊，你七点就下库拉多？最想要的意思就是这个。真的。你有吗？你这边是 Pokemon Go 夏令营 1, 2, 3, 4, 5, 6, 7, 8，一堆人在玩 Pokemon Go。 对， Pokemon Go 夏令营来了，我们排到终于轮到我们了，算了，先不要用了，等长岩怪、我们从7:59，然后排到现在8:57，刚好一个小时，结果出来的是令人鼻酸的。我让你输。喂、欸。我要做第一
土地鱼，不急球，希望左边螃蟹怪可以帮助我们省下30块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哦 ，yes， 大叔没有，来了，终于换我们了，第二场，拜托来一个，攻击胶囊，哦。达克来一大图，为什么这边都没音乐啊？孤单寂寞绝对的。小中小，哎，快点快点快点！看谁最快？哇哇！妖精被我们还有一个位置。好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谢谢谢谢。送我们来换你帮我投，弟弟。哦。高级球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第啊。有啊，丢一颗精灵球就好。哦。我们的第二场来的是达克莱伊，最喜欢的拉利亚斯真的被哥哥叫出来了。哥哥说这是你最喜欢的拉利亚斯，结果他就真的来了。哎，用这个，这有加持，有加持。流星群，他怎样？还有幸运神，幸运神一号，幸运神二号，那两张是什么？两张是什么？哦，龙石兽。那两个真的有用，真的有用。我之前就是求直立，然后把那个拉出来，然后直接拍火车。是啊、喔，对，尊龙级服务，尊龙级服务、欸，真的，这个刚刚应该头等舱了。哥哥问你要哪一尊？那六十。你说你们派我打？我要派。派两只都可以。都可以，都可以。十五。有拉力欧斯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哥哥哥哥上了，哥哥要处理妹妹。弟弟在工上。有了吧 ？OK， 来了。拉蒂亚斯、沙奈多、幸运神一号、二号、幸运神一号、二号、精灵球来了。精灵球一个，两个。三个啊，没了！谢谢幸运神一号、二号的降临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部片要来送的是我们的店铺赛随机特别卡一张，只要在底下留言，任意可以抽奖了。那我们在10月1号呢会抽出奖品给大家，记得来领奖哦。那中秋节呢也要到了，所以呢大家中秋节快乐耶！影片就到这边了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云豆哥，各位拜拜，下部影片见。